应该跳过 B-boy 的都知道 Lilu 吧？我不知道。你又不是 B-boy。有一对，有一对，四个，四个。中间去了三个。左边盲区一个，右边近点一个。我以前是 B-boy 啊，大哥。但我最喜欢的街舞选手其实也是个棒子，叫 Hong Tan。他的 freestyle 猛。不过我以上前，贴了一个，我以脸上前，贴了一个，你们能看到吗？看到。我以前，这脸我已经帮你对卡了。以前我喜欢很在我脸猛上，的那一批的老人。别压过去，你怕个卵啊！我不在。中间那个喷了两枪，中间门口刚刚在。别丢嘞！我操，比较高了。门口左边的窗户也有。换位置了，这个人没炸死，换位置了。大厅大门有一个，大厅的大门。先楼梯的大门。是的，我脸上倒一个。我操，牛逼啊！大匕首天下。到外面的围墙了，他爬到围墙外了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是吧？我直接贴了啊。啊！大臂是永远的神呐、啊！太强了，这把枪！来进去，进去，我帮你架。你听到脚步啊！哇！给我打死！妈的！为什么我挨揍啊？强，这把枪，六倍镜，六倍镜在地上啊！这枪强不强不知道啊！得谢谢我呀！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你为什么要拿我的猛男枪啊？好，我换一把，我换出来，拿出来，你把，那 M4 丢给我。子弹在地上啊。啊，子弹在我也全部扔了。好兄弟，好兄弟。马哥都不在这局，你老马哥有八位。哎，前上一两年不是很流行《这就是街舞》那个节目嘛？看过都知道，里面有个叫做金小根。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很猛，现在老了真的不行了。但金小根的那个抛物木的动作比较猛，但是不太好看。猛是猛的，但看起来很怪，没有美感。所以更加喜欢 Hong Tan 的 freestyle， 他的那些地板比较有美感。就猛，2005年还是2006年，他跟那个 Lilu 在街舞红牛大赛决赛里面 battle 的时候，那两段都挺好，挺屌的。最后好像是红太赢了。说实话，我看人都是一卡一卡的，你们是吗？有点掉帧啊。就是他是滑步，我还好哎、啊，而且我是用仙牛的，我是用仙牛独显的，我觉得骑游现在的延迟很高，骑游会掉线，现在我多扩容，我也多扩容，我也在正中间哎，不用走了吧？我以前自学5年，我跟你讲，在那会儿，在6年级的时候就想培养自己一个爱好，因为感觉自己好像
篮球又打不过别人，足球吧又没什么环境，也没什么太多兴趣，想培养自己一个爱好。然后就约好了我的好朋友阿杰跟那明，我们要不要培养一些爱好呢？感觉天天打游戏都是个废宅。后来发现打游戏跟培养爱好不冲突，所以我们边打游戏边讲结果。而且在我们的城镇呢，不具备那会不具备有现在的这一个艰苦环境，所以能学的地方不多，所以我们上网自学。上网自学怎么上网自学呢？上网搜 breaking 基本功，我们倒立倒了一个月，他妈的！对，有没有拖鞋板啊？有啊，我枪上有。为什么倒立是 breaking 就是当 B-boy 的基本功呢？因为他能练协调能力，协调能力挺重。那时候还不怕死，年轻就真的不怕死。凌空 Nike 接个头钻，不跟你多逼逼，他妈的这头就凌空撞下去，妈的怕个毛！在没有安全保护就措施下练头钻，我操，老他妈屌了，就生怕自己死不了。现在想想的感觉有点后怕呀。哦呦呦，这不我老公吗？我啊，北子哥来了吗？那没有没有，另外一个老公，北子哥算是二老公吧。我靠，都啵啵了都，天哪！这不我老公吗？啊？都过来瞄一眼，然后他就溜了。来到本直播间，就吐槽我一句：“真的，我以前真是他妈的跳街舞，我还是2007年，走吗？广东动感地带青少年组的亚军。”把那个人绝壁是挂好吧，这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谢谢谢谢谢办卡，谢谢办卡。楼梯有人，快走！大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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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no！ 我们再！我操，也有下车干！我只要不下车，他第一目标就不是我，房子后面直接把他做了。队长快让我来！我操，扔了个雷！我操！队长快让我来！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硬派，这是硬实力。说了让我来就让我来，盲视野又怎么样？提前枪直接带走，这叫什么水平？你捡我五个急救包，地上三个的那有，哪有三个？那三个是我扔的。这个雷啊！哦，武器哥，来，谢谢谢谢，直接杀过来了，我这里，我楼下。武器哥是什么鬼呀、啊？武器哥，哇，打了两枪，狙中一枪，没打，哇，连狙两枪，我操！我这网都不配你的飞机，
谢谢江湖有缘再见，好吧，谢谢繁衍，谢谢我老婆，谢谢无极哥的十架飞机。后面炸车了，后面炸车了。我头一次被人送礼物侮辱，还要说我配不上你的飞机，真的没爱了，不想跟你说话，生气了。在楼里面吗？是的，在楼里面，楼里，楼里，楼里。啊，楼里面。炸倒了，炸倒了。漂亮，漂亮。还有一个，很残，很残。我去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吧，老八这一。还好你在，我天哪！我要进房，我要进房。哎，被他给补了。我操！这个逼差点把我补死。我操！别说老八。你那你能不能先救人呢、啊？你能不能先救一下？他们都不想救你，我救你呢。哎，你也懂无极哥的梗啊，白眼。我懂啊，无极哥那个。无极哥，无极哥。哎，笑死我了，我操！无极哥。哇，他们全中心。我跟你说，凡爷每次但凡来我直播间就准备来长沙了，每次都这样，只要来长沙完了就记得我。又来车了，他车炸了呀！这不买给吗？顺丰快递吗？这就是这不买给吗？哥，我天啊，怎么那么多、啊？主要是他车要炸了，你知道吗？又来又来，还有车，滑的滑着的滑着走的二四零二四零，不是什么叫做我的飞机都不配你的吧？我只是没套路你，我跟你讲。下次你来了。我直接就开个小号给自己猛刷礼物，然后再嘲讽你一句：“什么叫你的飞？什么叫做我的榜不配榜一？嘲讽我的榜深榜浅。”有没有那个清醒我吧？清醒我吧！哎，哪个盒子我看到来的？你逛一逛。好像不是某音，是那个什么很古老的那种直播平台，某狗啊、哎。然后有个娘们很嗲，这个又来了。一队人坐了，快点！啊！我的妈！不是，就车都不带下的呗？啊、不是啊，什么呀？啊！下个车呀，都爱车人士。不知道呀。还有个助攻！哎！我操！我操！我帮你们爱车人士，兄弟们，我差点死。金雀标，金雀标，绿点，那沟里。我操！差点没了。爱车人士。可以帮我架一下吗？我这男跑不了，看不到，不好架，不好架，你先跑着吧。看不见了，说实话。我先藏着了啊，我先跑不回去，估计。他们的车给拉一下。是不是干倒一个吗？我人都看不到。上二楼看看啊。你可以，你要不现在可以回来，我应该能架得住。上点啊，上点。我在楼顶。OK， 我拉回来。OK， 回来了。Come back。对，他们感觉就两块啊。我感觉是被撕掉的呀。先收稳一点。先收稳一点。Thank you.
单局了。有没有轻神过吧？没轻神过吧？没有啊，九八 K。轻神过吧？没有。轻神过吧？轻神过吧？那就是轻神过吧？我看看这个包，包有个新的包，我看一下。倒一个倒一个。哎呦！没有点，没有点，那里。就那个石标点的石头，蓝点的石头。金雀标那里起烟了，起烟了，绿点那里。都是锤子握吧。关我屁事，他不下车怎么能说我人脉？你说别人爱自己的车。这里好几个呢，哇，前面是两个人，至少俩侧身，好，两个直接干了他，我直接过了，车后面，被打死了，车后面他们人都不被死完，不干了，不舔，没死完，死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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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ay, okay, okay.杀了一个猪，这下面那两条蓝种打你车身了。嗯，又倒了，下面的两个，再倒一个。要打死那个吉普车里。等烽烟过来救了。对。嗯？就在烽烟那里。怎么老是我看到黄建林刚才在房子底下瞬移到了房子底上，我们刚附近的时候你明明在下面，你一下你飞到上面来了。 对，刚开局我摸你，我咋不跳舞呢，你说你在跳，然后你突然瞬移上来，你在跳舞了。哦，原来在下面挂机的，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看到，原来都看到了。对啊，懵了，都怎么懵了。有皮肤让几张，减肥减肥，我要减肥。哎，他们烟有点多呀，我的天，这一回都封了五六颗烟了，我要减肥。他那两个开车走了。哎，这里有三个伙计。哎，打了！标点的厕所里应该有人啊，那停了辆车在旁边。绿点，他想拉到我们坡后吗？这车？金雀标停了一个，一百方向金雀标停了一个，有个人在车旁边，车石头。
啊西吧，对面都有洞，对面他怎么那么难卸。我精确标那里绿点那里也有一个，有一把大炮那边。下去了，下去也多了，有金武。四五有两个人，楼跑了，准备开抽了啊！最前面那个三枪，沿右边的那棵树那里，幺四五两个楼跑的。好的，好的。把那两个卡死，那两个是楼跑。烟应该只有最后这几个烟了。精确标有人在裸跑，帮我打一下，帮我打一下。啊，打了，打了，打了。打不了，一开始打了三一头。先把毒边的干完了，大哥。这边要拉过来，我这边。你这边要拉过来，你拉回房去啊，哥哥。帮我架，帮我架，帮我架，帮我架。拉不过来吗？不可能。是哪呀，老板？上最后一个树的。想去救。死光了，死光了！我标点的树那里倒了一个，他烟里有一个人想去救。绿点的树倒了一个。太多。补了一枪烟里树那个啊，牛逼牛逼，可以可以。我这边厕所啊，这边厕所有。厕所两队。这么激烈吗？我直接拉过去了。猛男枪打死，不是 Glosa 打死的。猛男枪，把猛男枪打死的，还有把狗砸的，就两个人。烧到了，烧到一个，打了。死光他的！哎，我打半天没打到他。最后一个。是吧？他被我烧到了，刚才。来来来，往我靠，往我靠，往我靠！我连杀，我连杀！往我靠，往我靠，往左，左老八那靠！我老八没血，我是老八，哎！老八，你剧本也打不过他呀！